好，歡迎嚟到 PDS News Talk， 今日就同大家介紹 Surefire 嘅 Master Fire 襯套同埋 H 系列嘅手襯燈。咁先講下呢個襯套啦，佢個襯套嘅特別之處咧，就係呢個 on off 掣。咁你安上去嘅時候咧，掹槍嘅時候就自動著燈嘅啦。咁收翻埋咧就熄翻啦。咁再嚟講下呢個襯套嘅操作，佢呢個鎖喺呢度啦，手指公撳落去向前就掹到槍噶啦。而佢呢個鎖咧，它預設就有兩個 adapter 嘅，咁方便翻唔同嘅人士啦，因為唔同人嘅手指都有唔同長短嘅。而再嚟喺呢度咧，係有第二個 safety 嘅，咁你開咗佢咧就掹唔到槍噶啦。咁再講埋一點，佢原裝嘅槍套咧係有一嚿嘢咧係預設裝咗喺度嘅，咁你插唔插佢咧都唔影響操作嘅，只係話假如你係用1911或者 high cap 之類比較大嘅手槍咧。咁你拆咗佢咧，就唔會點到咩 release 噶啦。咁講埋佢 H 系列嘅槍燈啦，咁我哋有埋其中四支嘅。咁第一支就係呢支 HH15， 呢一支燈咧就用 polymer 嚟做嘅個材料。咁而一般嘅手槍燈咧，都係喺個尾部度入電啦，而係入兩粒電嘅。但呢一支咧就係個燈頭度入電，同埋只係用一粒電嘅啫。咁佢嘅光度咧就有350 lumen，而佢嘅開關掣咧，就只有撥上撥落的功能，就沒有輕觸式這個功能的。好，那第二支就是這支 X300UHB， 它的功能上呢跟一般的 X300 Ultra 呢是沒有分別的，光度只有600 lumen，只是可以留意 UHB 它的燈頭和工作身呢是重新做過的，那就是用來 fit 這個 holster， 那 holster 呢就是鎖這兩個位置了。那有一點要留意，假如你是用 UHB 這支燈呢，是用不回市面上一般 X300 槍套的，是插不入的。好，那再來就是最後這兩支 HH30 和 35， 這兩支燈呢功能上是一樣的，都是有分強光 1000 lumen 和弱光 300 lumen 的，還有有爆閃的功能。那這兩支燈呢下面都是有兩個選擇掣給大家教啦。但這兩支燈有什麼分別呢？30就是集速杯，而35呢就是擴散杯來的。咁以下呢四支呢就是我哋有賣嘅 H 系列四支燈啦。咁大家選擇嘅時候就因應翻自己嘅需要嚟買啦。咁今日介紹係咁多，咁有咩問題呢就上嚟我哋門市度查詢啦。拜拜。